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积分卡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出发吧 ，Let's go。现在呢，我是在塞班岛美丽的拉拉贝高尔夫度假村，这里呢是东区的四号洞，我可以在这里放松休闲，打高尔夫球，同时呢还可以欣赏这里壮观的海景。在拉拉贝高尔夫度假村呢，您不仅可以打高尔夫，同时呢还可以了解历史。在我身后呢，就是一辆美国遗留下来的轻型坦克，作为人们对战争的纪念。所以呢，在这里您不仅可以打高尔夫，而且还可以学习历史。这里呢是拉拉贝高尔夫度假村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洞。在这里呢，我可以享受习习的微风，同时呢也可以听到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所以您来到这里呢一定会亲身的感受一下在这里打高尔夫的独特感受。 Amazing! Did you see that? That was a good shot!